啊，上个礼拜来同学们，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是那个关于体系里面的那个 status， 那个身份地位。那身份地位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告诉你说你是一个工程师，你是一个教师，你是个学生而已，它还有更多其他的重要的意涵，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在体系里面你不同的角色或不同的 status， 不同的那个身份地位，它有一定的权力关系。好，我们先看一下一个新闻，小 S， 小 S 是谁你知道吗？好，最近发生什么事？什么胖达人？他胖达人他怎样？炒股，他是透过胖达人炒股还是胖达人是两回事啊？透过胖达人炒股哈，不管如何，我们现在看过透过小 S 哭男人，不是啊，那个小 S 哭男人的故事来。夜店警告。各位不清楚，江头街尔小 S 老公徐亚军礼拜六凌晨又被拍到在夜店狂欢，还在一名马尾妹腹时低头交谈，最后还把她牵进自己的包厢。夜店狂欢结束之后，她又和朋友一起到 KTV 唱歌，虽然和对不起，搞错了，这是她老公搂妹哈，搞错了，是另外一部。列高风险家庭，小 S 否认遭家暴。曾获网站票选女艺人豪门恋最幸福冠军的小 S， 经传遭家暴。她和老公麦徐亚军结婚五年，育有两女，住在价值上亿元的地堡豪宅。据透露，今年一月中，家暴中心接获通报，指小 S 录《康熙来了》后与朋友到夜店玩，深夜回家跟老公麦发生口角，因此遭麦殴打。他当晚拨113妇幼保护专线求助，经过家暴中心社工访查评估，他不是首次遭打，列为高风险家庭，立即通报辖区大安分局处理。小 S 碍于明星身份不愿提告，但搬回忠孝动物娘家暂住，日前才又搬回地堡。不过小 S 昨天否认遭家暴，我说确实家暴啊，在家天天抱着我。今天这个警方真的是有这个案子的话，我也邀请他出来，因为我也很想要知道到底是谁跟我长得那么像，导致他真的以为那个是我。贯穿导火线之一是他常在《康熙来了》扑男人，引起公婆不悦。他们都很支持我的工作，那我老公，我老公看到这些话，其实是很逗趣。小 S 的婆婆也力挺媳妇。我跟你讲的话，那个我看现在我跟他在一起是快乐。我只是因为小 S 都没有给你生孙子。我不是女人，我告诉你，我宝贝，我都好喜欢啊。小 S 妈妈则表示，小两口会吵架，但不至于家暴。不会啦，连拼色了啦，妈也是的，妈也是一个非常真的人，妈很真相。资深演员刘家昌上周三上《康熙来了》录影受访。谈起当年他苦追真真经过，小 S 闻言竟崩溃落泪，引来主持搭档蔡康永询问：“你哭什么？你婚姻怎么了吗？”他当时已怀孕过后的人很容易有这种情绪，一语带过。动新闻台北报道。好，小 S 因为工作扑男人被家暴，她的老公可能会因为她扑男人而打她。我们当然知道不行嘛。好，那反过来，我们再看看刚才那一幕。老公徐亚军礼拜六凌晨又被拍到在夜店狂欢，还跟一名马尾妹腹时低头交谈，最后还把他牵进自己的包厢。夜店狂欢结束之后，他又和朋友一起到 KTV 唱歌，虽然喝得微醺，但他仍然目送马尾妹上车之后才离开。麦克爱上夜店跟唱 KTV 并非是第一次，从2007年到2009年就发生多次他独自一人和朋友玩乐以及搂女子的照片。我们两个已经是彼此相爱跟珍惜到觉得此生在一起都已经不够了，绝对不会浪费多余的时间去伤害对方。3月中
刚才陷入家暴疑云，小 S 和老公徐亚军大阵仗，表现甜蜜。两个人2005年结婚到现在，给外界甜蜜恩爱的形象。小 S 在部落格上也大方 po 上和老公的亲密合照。5月中和大 S 娘家一家人才带着小朋友去东京玩回来，隔天老公 Mike 就被拍到去夜店搂妹。对此，徐妈妈和小 S 的经纪人都已经不愿再发言。那个她老公叫什么？徐亚军，有没有去？为什么要去搂妹啊？因为老婆太忙了。老婆太忙了，没时间被搂。那这样子，小 S 可不可以上在工作场合扑男人？可以。那为什么新闻里面会传出这两个新闻？为什么一个传出有家暴，另外一个为什么不是传出小 S 打那个呢？徐亚军呢？他打了你吗？你确定他打不赢吗？嗯。好，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为什么同样的故事，在一方的女生故事就会变成被打，可在另一方面却看不到男生会有什么问题。好，在这样的社会关系里面，男性跟女性的关系平等吗？从刚才新闻报道里面，男女关系平不平等，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说，只要是女生做了什么事情，男生似乎就比较有那个权利可以去打女生。但男生只要去做，比如像说去下川岛买春，他们去下川岛买春，为什么要去买春？为什么啊？找寻那一种谈恋爱的感觉。好，那这种谈恋爱的感觉，女生会不会对他家暴？不会。所以似乎这个性别关系上不太一样哦。好，我们常常在想说，那个我们的性别关系不平等，男性具有霸权，女性被压迫。来，男同学，请把手机关掉。请抬头看着我，我要问你们，男同学，把马尾巴的男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嗯，结束，好来，你有没有压迫女性？没有。你确定没有？真的没有？没有。那为什么很多女性都觉得他们被压迫了？你不知道？你觉得在性别关系里面平不平等？对，嗯，我说我对，对，你自己觉得，我觉得还蛮平等的，啊，来问一下男同学，你觉得男女关系算平等的举手，男同学，你觉得男女关系算平等的举手，一个，现在情况对啊，现在情况一个。两个，三个，其他不举手的同学是觉得很不平等的，来讲一下，你会觉得不平等？来讲一下。男生做苦力工，男生被女性压迫。好，你觉得男性被女性压迫的举手。一个，两个，来再给我讲一下，来后面那个男同学，你会不会觉得被女性压迫？说。
联谊都女生来决定的，联谊都女生决定的，联谊都女生来决定的。好，这算男生跟女生好不好？来，这两位男同学，你们呢？你们都没举手。男装都很贵，那你多少买一套？女装比较贵吧？对啊，你问他那一件也是50块而已，对不对？是不是50块而已？他那一件我看大概也是30块而已，对不对？有这么贵吗？你买过那么贵的吗？男生都很贵啊，隔壁男同学来，你为什么没举手？你举平等，再来举一次，再举一次，没举手我就扁你去了啊！你觉得男女男生都只要是男生举手，你觉得男女平等的举手？平等的哈，我专门看了不举手的，平等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只有五个、六个，这六个觉得平等，觉得男生被压迫的举手。刚才只有一个、两个，好，我看很多人都很喜欢，很喜欢被点名。来，那位男同学，最后面那个白衣服男同学 ，Kakao Surf，Kakao Surf， 这位同学，来。你也没举手，你也不觉得被压迫，你也没有觉得平等，你到底是怎样？女生应该还是比较被压迫啊？为什么？在经济大部分还是男生赚比较多钱。男生大部分赚比较多钱。同样同等的职位。对，然后女生通常也打不过，比较打不过男生吧。女生打不过你，还打不过谁？我打架的时候打不过你，对吧？还拱哦。你是搞我菜刀拿起来就砍你的，那跟体力没关系。好 ，OK， 隔壁的男同学，你也觉得女性比较不公，不被平等对待，对不对？哎，来说一下，为什么？因为感觉社会上比较有，每个职位的比较高阶的人都是常常是男生，因为感觉。男生比较有机会去冲他的事业。手机关掉好吗？同学，三个手机是我的吗？不是啊。好，你说很多高职位都是男生，对不对？对。好，所以你觉得女生还是比较不平等，对不对？好 ，OK， 来，那我再问一下，来这里的男同学，你们觉得男生是比较，女生比较被压迫，对不对？对。对，为什么？我觉得哇，性能力很强，女生就是水性杨花，这很不公平。好，那我问你，那你有没有压迫女生？你没有压迫女生，可是为什么女生都觉得被男生压迫？来，我问男性同学一下，你觉得你有压迫女生？既然这么多同学都觉得女生不公平嘛，对不对？你觉得你有压迫女生的举手？有没有？都没有。来，女同学，你觉得有被男同学压迫的举手？来，女同学觉得有被男同学压迫，觉得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不平等的举手？都没有啊，这一个而已嘛。同学，你们都不觉得，你们都觉得公平，对不对？好像还好，你也觉得？还没想到案例，到目前为止都还好。好，我问一下，台湾的财产继承权，法律上规定男女继承平等，实际上呢？实际上男生拿还是女生拿？我当然知道看家庭，你这个个人主义的想法，不要再回答了。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在台湾的习俗，虽然法律规定是男女平等分财产，实际上最后都是女生签了一个所谓的放弃继承同意书，几乎都是这样子。那这算男女平等吗？所以你同学你都还没碰到这财产继承问题啊，还早还早。那这样算公平吗？好，我们这边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我们发现说性别不平等，女生确实是在这性别关系里面可能比较不平等，比如像刚才说男生权位比较高，大部分都是男生，然后男生
的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工作，他的薪水会比女生高大概15%到20%。可是，男同学，你不会觉得你有压迫女生嘛？对不对？有没有？没有。那到底是怎么发生？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性别权利中的，这里要区分清楚，就是个人的跟结构性的压迫是不一样的。所以刚才问同学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没有去压迫女性啊，我个人是没有去压迫女性，可是这个结构的位置就使得某些人被压迫了。所以这个现象，就刚才我一直问，我在问同学的，你个人有没有压迫女性？男性同学会压迫女性？没有啊。可是为什么你们也会觉得女性不平等？那就是因为有这个结构的问题。所以这里是不是要回到我们前面几周讲的，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要跳脱个人主义的思考方式，看问题不是在看一个人，而是在看整个更大的社会关系跟结构的问题。所以这边就在讲的就是这个结构性的位置决定了谁应该做什么，谁应该得到什么。课文有讲这句话对不对？课文讲这句话，也就是说你们各自占据了一个男性的位置、女性的位置，或者是占据了异性恋的位置、非异性恋的位置，或者是你占据了伊斯兰教徒的位置，或者是基督教徒的位置，这些都是属于结构性的位置。你占据了，通常这个结构就会分配你应该得到什么，你应该被怎么对待。所以这个概念跟我们之前讲的要区分占据这个社会关系角色的这个具体的人跟这个角色是分开的，听得懂意思吗？我们之前举的例子就是说王洪仁跟占据教授这个位置是永远存在的，但是王洪仁是一个具体的人，所以我具体的人跟你们有产生师生关系，但是教授本身是一个职位或是一个角色。好，所以我们占据男性这个位置，跟你具体的这个男性这个人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当我们在讲说男女不平等，很多男同学就会头低低的，就说啊，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情呢？其实我们不是在讲具体的个人这件事情，我们是在讲结构性的分配造成的不平等，这一点区分很重要哈。所以很多在做社会运动的时候，很多人就搞不清楚，当我们在批评说什么所得分配不平等的时候，资本家就觉得是在指责他。某些人、某些老板就说啊，我对员工很好啊。问题不是你对员工好不好的问题，不是你具体个人，而是那个结构的位置去做分配的。好，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谈比较清楚哦。好，如果要聘请是我们这个大一社会学助教，东海社会系跟台湾社会系，你要选哪一个？哎，同学，这个真的是对不起哦。我太对不起你们两个了。同学，你们选哪一个？你们选哪一个？不要这么困难的选择题让你们选。来，选另外一个问题。来，另外一个问题。你觉得老板会选哪一个？来，
你觉得会选中山电机系的举手。你觉得会选社会系的举手。很好，同学，我喜欢你是社会系的。是好好，到时候为什么会选你？来啊，讲啊，讲啊，为什么选你？我长得比较帅，是这样子吗？就是。社会意识比较好，赞，我喜欢这样子，但家长还是不会选我。来，前面的女同学，对 ，Holly 党 啊 ，Holiday OK， 来问一下，为什么家长要选电机系不选你？你是社会系同学嘛，对不对？啊，为什么他不选你？跟数理有关，所以呢？可是社会系念很多数学，你知道吗？数学那没关系，二年级就那个叶高华老师好好电你们，没关系。你原谅社会系不要念数学吗？来，蔡冠希同学举手一下，蔡冠希同学几个？只有你们两个吗？同学，你们数学念过什么？念过什么数学？微积分、会计、统计，还有嘞，线性代数，还有嘞，财管，财管不算数学吧？有用到，我数学，数学基本上应该是线性代数跟微积分，对不对？你觉得你数学、微积分好不好？还可以，你嘞？好，同学，你保证中山电机系的数学一定会比这位同学好吗？还有你大二。有个学长叫金浩，有没有听过？金浩好不好？每天在耗。金浩的数学在新竹中学是有名的好，你们不知道吗？超好的，有多好？连电机系的同学都说数学比他差。好，请问一下，为什么金浩出去找数学会被打枪？为什么？什么？比例问题。所以你觉得他会选，就是反正看比例啊，不小心挑到一个很烂的电机系的怎么办？有没有电机系同学举手一下？有没有？一个、两个啊？同学数学好不好？你也觉得不好。隔壁的同学你觉得好不好？你学过什么数学？你们现在学什么？玫瑰分。啊，什么？我说数学，你在跟我讲信号系统？对啊，微积分还有没有学其他的？还有什么？还、啊、有什么？傅立叶转换那个程式展开式，那个是微积分的一部分啊。我请问你是教国中需要用这个吗？不需要聊到这个，那为什么家长要选你们，不选隔壁那位女同学？她数学好到不行，我跟你讲。你现在为什么要选你们？来，女同学，来讲一下，你为什么觉得没被选上？对啊，你是依婷。好了，好了 ，OK。因为你被性别歧视吗？社会就会觉得数学不好，就你看，可是有的数学就很好，对不对？可是就被歧视，有些数学很烂的电机系的，他被选到了去选教数学，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我在淡水走夜路的事情？好，我在淡水有一天晚上，那个大概晚上十点左右，然后在准备社会学的课的时候，肚子很饿，然后呢又想到那一群学生很烂，我就很气。好，就决定出去外面小吃买个泡面来回来吃。那十点多了嘛，晚上十点多，在家里当然就穿着内衣，对不对？穿着内衣裤啊，出去当然穿外裤了，好，穿个短裤，穿个拖鞋，然后就走出去。那外面暗暗的，那就走在人行道上面。然后呢，我就这样走，哎，看到前面来一个淡江大学的女同学。那淡江大学女同学，他也大概稍微瞄了我一眼，然后他也就这样走走走走，
走到快接近的时候，他说往右边走一步，然后继续往前走。同学，那个时候心情多受伤，你知道吗？我都想说奇怪了，我明明是大学教授，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对待我？为什么同学他为什么这么对待我？来，女同学，来，那刚才那个前面的女同学，那外文系的外文系的同学，来来。像怪叔叔一样，对不对？对啊，四十几岁的怪叔叔，然后穿着短裤，穿着内衣这样子走。好，同学，你们知道为什么被这样子对待了吗？人家在对待你的时候，是不是根据你实际的所谓的你的真正的什么？你的数学能力强不强？不是，他根据的是什么？根据的就是这个标签。对不对？好，这个结构的位置，所以我占据了四十几岁老男人那个结构位置，就被二十岁左右的小女生定位在那个情况。一样的，你们占据了中山社会系的位置，就被社会定位为你就是不会教数学。这个是不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情况？因为你的结构性位置，谁就应该得到什么，谁就应该做什么。所以电机系的同学在这个结构位置上，他是被结构决定了他可以做什么的。社会系的同学也就被决定了，其实你就得不到什么东西。这个跟个人有关吗？跟个人没有关系，而是跟这个结构的分配有关系。重点听得清楚哈，重点听得清楚哈，就是结构决定了，常常是结构决定了我们的可能性是什么，而不是你个人努力怎么样。所以这边要课本里面讲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并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我却在这个结构里面获利或倒霉了。像电机系的同学，他什么都没做啊，可是他找家教就是比你好找。社会系同学，你很努力在找家教，你也证明了你数学很好，可是对不起，你就在这个结构里面，你就倒霉了。这样子的倒霉或者是获利，跟个人是没有关系的。同学听得懂意思吗？举这个例子很清楚，所以同学你去找家教不要傻傻的，去跟他讲说我中山社会系的，一定要讲我中山电机系的，是比较好找工作。好，这个概念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区分，就是说结构位置上的人跟结构这个本身的位置不一样，那你占据的那个位置，你就可能就会有好处跟倒霉。那所以课本也提到这一点，就是说我没有压迫第三世界的劳工，但是我却从这个结构中获利。课本有写这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身上可以穿30块的衣服、50块的衣服，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那都可能是从中国的血汗工厂生产出来的。那血汗工厂的工人的待遇这么差，就是因为他待遇差，使得你才有办法用穿到这么便宜的衣服。也就是因为待遇差，你们才能够买到这么便宜的 iPhone。 所以你跟那个另外一个人是有关系的。就我们常说啊，那些事情跟我无关，其实不是，是有关的。你跟遥远的那一群人是有关系的，是因为透过这一层层的结构关系来，你跟他是会有关系的。所以整个刚才我要讲的几个重点是这样子的，就要讲结构，
我要讲的是结构跟权力的关系。我占据了性男性的这个结构位置，不是因为我厉害，而是因为这个结构位置分配了给我好的结果出来。所以呢，你不要落入个人主义的思考方式，说我能够考上中山电机系是我自己很努力，这个就是个人主义的思考方式。或者我自己聪明我可以考上，这个也是个人主义的思考方式。我觉得我能够赚大钱是因为我有创意，大家都称赞贾伯斯，这个也是个人的思考方式。贾伯斯假如没有中国富士康的工人帮他生产血汗手机，他有办法卖吗？所以一样的，就是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要落入个人主义的思考方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自己的优势不只是来自于我个人而已，特别是你们占据优势位置的，像你们基本上已经在整个社会中已经占据了蛮不错的社会位置了，至少你们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出去外面，假如说有个中山大学学生跟一个树德科技大学学生两个人在吵架，你觉得哪个人会比较被好好的对待？当然是中山大学学生啊。这个就是你结构性的优势，也是你结构性的特权。但是不要把他想当然的就是自己本来就比较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去反省，别人受压迫虽然不是我直接造成的，但是跟我有关系。有像编辑系的同学，请你们好好的反省一下，社会系同学找不到家教的部分理由就是我造成的。虽然他家长不聘用他是家长的问题，但是因为家长相信了电机系是比较会教数学的，使得另外一个人倒霉了。所以一样的，我们在讲说我们希望用的最便宜的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去造成了某些人会被压迫。像我们要便宜理头发的同学，您去理一个头发100块的举手，100块的啊，差100到150的举手啊，150到200的举手，200以上的举手，200以上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好，100块的同学来再举手，你是100块，来，你也是用100块，你也是100块，100块来，100块在哪里捡的？全年，有没有在那个家乐福捡的？家乐福是不是也是100块？那你觉得100块好不好？还不错，爽爽的，只花100块就头剪头发。啊，你有没有想到那个剪头发的阿姨或者是那个先生？他赚100块会不会赚很少？他就愿意赚，别人的痛苦不是我造成的，跟你没关吗？好，那这个就个人主义的思考方式了。他个人愿意接受嘛，跟结构无关嘛。为什么他不得不去接受100块？好，所以这个就是经济学在讲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什么？所谓的向下沉沦嘛，大家继续拼价格嘛，对不对？那所以照这个理由讲的话，那我可不可以改成95块？可以啊。啊，我可不可以再改成90块？可以啊，再继续下去可以啊。啊，假如大家都这么想，你愿意就好了，反正你愿意90块，我就去给你减90块啊。你就没有去体会到别人说，他为什么不得不接受100块？
你因为100块省下10块钱，比如说成本应该是110，但是你付了100块给他，你觉得你省下10块钱，你是不是获利了？那这个获利是不是别人被压迫而产生的？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是我自愿的，他也自愿。那、这种问题的话，就是爱惜就是去啊，他喜欢住在那个街头，就是他去住啊。啊，他找不到工作是他不认真啊。啊，这样子我们就说的问题就是不用讨论了嘛，都个人的问题嘛。那裁员呢？裁员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我被裁掉是个人的问题吗？然后，所以在这里我们讲的那个刚才举的那个最你们自己最切身的例子，社会系跟电机系，你觉得你是社会系，你甘不甘心？什么？你不甘心？对啊，我数学跟他一样，老师比他好，可是为什么我就比别人差？我当然不甘心啊。同样的啊，有人是树德科技大学的，他的设计比你好，或者他的英文比你好，可是他人家要请你去教英文，他会甘心吗？他也不甘心嘛，对不对？啊，你有没有获利？你因为中山大学的位置，你是不是得到好处了？啊，你得到好处是不是跟别人的压迫有关系？你必须要反省，别人倒霉是跟你有关的，而不是那么无关。他说啊，好吧，那个树德科技大学你就可以价格出便宜一点啊，或者你再转学考啊，考来我们中山大学啊，啊，这个都是个人主义的思考方式嘛，对不对？好，我们这一堂课讲的这个东西都是到这个，下一个堂课我们继续讲团体跟网络了，我们先休息十分钟，等一下10点再开始哦。有那个麻将纸，等一下发每一组一张给他们，好不好？